警察宝宝。咦、欸，你这是有规间阁翻过哦？哦，无啦。无、哦。哦。冲到真舒适诶，姐。接小孩，他在保姆家。好，姐姐知道吗？保姆那人知道吗？他那个有他们摆到这里，没有啦，他那拿给保姆了，好像是保姆那边。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分析，近期吸毒嫌犯之毒品来源，均指向微信 APP 名称为纳斯之贩毒群组。经追查，该集团是以刘姓夫妻档为首，提供毒品 K 大蜜及咖啡包由旗下小蜜蜂来贩卖，并以知名影音平台抖音的图样作为毒品之外包装标志。本案件报警，台中地检署指挥历经长期布线搜证，已将刘贤等五名毒贩查缉到案。